干嘛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？怎么了？一天心不在焉的，说说看。破冰了，不想去。就没想好。你跟高教授的关系不是已经缓和了吗？是有所缓和。难道30年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吗？那你妈妈呢？万一她想去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你要干嘛？相信我，闭起来啊！不许睁开。闭好了啊！我是那种人吗？文文。有没有回想起大学时代，每天黄昏，我们在海边牵手散步的样子？你知道在五感中，哪一个最能唤起人类的记忆吗？我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过，叫普鲁斯特效应。说气味粒子可以把我们遗忘已久的记忆唤醒。没错，这款气味我调配了很久，在国外的时候每次很丧就拿出来闻一闻，仿佛就回到我们大学时候牵手的样子。你不会只是单单的想让我闻气味吧？你还记得在你家的最后一天，我去拜访过你妈妈。我当时就发现一件事儿，你妈妈屋里点的熏香和高教授的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妈妈一直在想念高教授？我的意思是，一切应该让你妈妈自己来决定。文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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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晴天我看见了。哦，你不生气啊？生什么气啊？记你瞒着我没办高教授的寿宴。你都知道了？很难猜吗？你有多长时间没去下海了？那你对这个请帖怎么看？妈，看到照片了吗？是高教授写的吧？我妈真是好眼力。哎，这是高教授的心意，他是主动在邀请你的。